我们现在叫做实用电池，因为福打电池不是那么好用，福打电池本身的电压很小，当然电压小可以靠串联很多个帮它电压变大，可是它本身的损耗很快，很快就会没有电，那就没有电了。那么现在呢，在科学家的努力之下，我们发展出了很多平常就是好用的电池。当然在整个科技发展上来看，电池的发展是很慢，电池发展是很慢的，所以现在很多比如说电动车啊什么这些的问题卡在那个电池的那种状况不是那么良好，效果不是那么棒。那么电池又叫干电池，有两个，碳锌电池跟碱性电池，还有这些可以充电的电池，我们主要在教铅电池，其他都是简单带过去啊，锂电啊、镍镉、镍锌都简单带过去，我们主要在教的是铅电池。然后还有一些未来的所谓的燃料电池，燃料电池机测考过，可是它就是阅读测验，上面写的字你看完就会了，不需要先学过，好，有未来的一些发展。那么基本上我们的电池都需要正极还有负极，然后这还需要电解质，并且只要溶于水才会导电，所以基本上它都有水，所以干电池不是没有水，它只是把它又加了淀粉，弄成糊状、薄薄的，感觉不出水水的样子而已。但基本上里面都是有水，并不是完全的全干。刚刚跟你讲，干电池有所谓的碳锌电池跟碱性电池。基本上最早开始就是碳锌电池，最早的碳锌电池。考试的时候，我考的干电池就是碳锌电池。可是你在生活上说我要去买干电池，你可能买的是碳锌电池，也可能买的是碱性电池，但是我们考试上面就是碳锌电池。这种干电池呢都很精巧啊，所以我们会不会给它优缺点都提到它都体积很小，然后也不容易外漏，所以它的优就是我们等一下讲它的优点。 OK， 那么我们要叫就是碳锌电池，就是碳锌电池，这里有个构造图，你看完就算了，不需要特别仔看仔细看这些东西。有些老师让学生玩那个拆电池的游戏，把它拆开来让你看里面的样子状况。拆干电池没有问题，像这个老师这样大胆去拆锂电，拆锂电就会有危险，他们班就发生危险，有组织烧起来，锂电可能会烧起来。OK， 来，重要的是我叫你背的事情。谁当正极，谁当负极，对不对？所以谁是正极？中间那根碳棒，你就这样背，碳棒是正极，旁边有一些糊状物活在旁边，碳棒是正极，碳棒是正极 ，OK。然后锌壳是负极，第一件事情，谁当正极，谁当负极？碳棒是正极，锌壳是负极，锌壳外面锌壳是负极。我要你记得第二件事叫做正极半反应跟负极半反应，然后那个电解质旁边有过电解质这些啊，我把氯化铵特别标出来是因为考试有人考过，我把氯化铵特别标起来是因为考试有人考过，所以把氯化铵特别标起来啊，旁边有些盒装的东西电解质。 OK， 好，来，刚刚讲过一谁当正谁当负，二正极半反应负极半反应，正极半反应不用背，不用给，我也不给，不用管它。负极就跟锌铜电池一样，锌是负极，所以反应一样，所以也不用特别背，就跟锌铜电池的负极一样，锌变成锌离子，锌变锌离子。OK， 这是第二件事情。正极半反应负极半反应没有给就不用管它。OK。第三件事情，质量增加还减少，颜色变淡变浅，浓度变大变小。这里勾勾哎，勾勾一糊状东西，就不谈什么颜色啦，也不谈什么浓度啊，对，只管什么质量，质量哎，正极质量不变，为什么不变？我叫你背碳棒是正极，但是真正在作用的正极不是碳棒，是旁边那些东西。那你也不要管，我们说我们不废嘛，我们不废嘛，我们不记嘛，所以你也不用管发生什么事情。那个碳棒是用来导电用的，让导电用而已，所以它没有参加反应，所以质量会不会变？第二代不会变嘛，所以碳棒质量不变。那锌壳负极呢？
就跟锌铜电池一样嘛，锌变锌离子，所以质量会减少，质量会减少 ，OK， 质量会减少，这就是我们的优点。这里并没有什么其他的注意事项，硬要说就是它的一些优缺点，那等一下再讲 ，OK， 就是三件事，谁当正谁当负，正极半反应，负极半反应，然后质量增加还是减少。然后在简锰电池这个构造也是这样，看完就算了，你不用管它，那里面放什么东西也不要管，你只要管一件事，你只要管一件事好了，简锰电池。然后呢，这些都不用管，谁当正谁当负啊，半反应全部都不用背，全部都不用背。那你要背什么？有所谓其他的，它叫做碱性电池，对不对？为啥叫碱性电池？因为你加了碱性物质，加了谁？氢氧化钾，加了氢氧化钾电解液，所以要背这个。它加了氢氧化钾电解液，它氢氧化钾电解液叫中心 ，OK。然后呢，碱性电池的电流比较大，而且电压可以比较维持不变。我前面提过了，就是我需要这么大的电压，有这么大的电压我才会动。电才会动，如果你的电压降到那个以下，它就不会动，就是因为没有电。所以我前面提过这件事情，它电压比较能维持不变，就是所谓的电力会比较持久，因为我们比较强，但价格也比较贵，因为它电流比较大，所以你会买到一些东西会告诉你不要用碱性电池，比如说遥控器，比如说闹钟，他会说你不要用碱性电池，因为他怕电流比较大，所以他的东西伤害比较强，所以用碳锌电池就好。电池就叫你就是看你买的东西上面怎么写，他如果希望你不要用碱性电池，你就不要用，就不要用，就是碱锰电池。碱锰电池就是跟各位说明一下，很简单，很多东西都是不用背，很多都不用背的，可以吗？OK 吗？OK。